我们整个团队导演上上下下保密程度到达一个什么你知道吗，就是每说连导演一开始问我说嘉宾谁啊，我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，然后到前三四天不知道哪个大哥给我发到网上去了，说你要来，然后还上了一个，我们就网上的上了一个很头条的一个新闻，热搜那种，然后关键词全在，就是李荣浩演唱会嘉宾陈奕迅，一点没差。我当时看这个，我就是很想写一首歌呀，什么歌？叫《后悔戒烟》啊。在台上看到你，还是觉得很虚无缥缈的，来再拥抱一下。不要逼我眼神，试图邀请我加入，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，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，都在我脑海，谁和谁要分开，谁先没有了爱，我挂过几摊朋友，五湖四海笑谈着被人崇拜，没有预备错误，有了得到高僧眷，旁人觉得我坏，坏人觉得我怪，自我却真才明白，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。接着伸手